只有一次机会，就这事不能试，这一条就得过。拍摄过程中也挺刺激的，挺不错的一次体验。爆破戏啊，还有一些场景啊，有被震撼到。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协助当地警方在马纳夫广场一带巡逻。我要还原一个地方，建立一个世界，必须某一个细节都要给观众要看到。总的从头到尾，已超过半年以上，七八个月吧。从整个搭建的高脚屋，包括贫民窟现场的一些道具，剧组也是非常用心，按我们任务区的实况进行了一个还原。有问过他们一些真实的一些环境是什么样的。当我第一次到我们那个广场里面，我当时傻了。那个就是非洲。我们这次装备是几专的？爆了很多次，后来看那个回放，那个火焰哇，好大！爆破啊，枪战的这些戏，工作人员们先试过一遍，才会让我们演员去做。低头，特下车。我们是中国维和警察，你们在这里一举一动，代表的是中国。维和警察离战争和死亡最近的，万里挑一的一份神圣职业。去了之后，实际上你就代表国家去，非常自豪。我们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，我们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。就是要传播这种这个精神，要记住这些英雄，这个群体。队长，让我上。维和警察是真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行动。非常感谢有这么一群人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帮助当地的人，维护当地的秩序，传递爱与和平的这样子一个队伍，维护和平，贡献和平，值得有一部电影去歌颂他们的。 You are heroes. We are no heroes. We are just police.